这三个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小欧，这个是花桂，阮三个本来是同个，啊，不过即马来了一只五狮子高司令，伊一来就想要讨高分，还佫想要做头家娘。敢知伊脚长在嘴看呢？狮子大开口。嗯啊，啊伊是有甚物资格啊？花桂想要脱身，甚物拢肯予伊。安尼小欧袂反对。我着两即两个小查某安尼教教教教死人，其实也没了比啦。问题即马小欧受重伤，眯起来，战败。这个高司令即马有够猖獗，把你的查某囝当作查某囝，来花桂来花桂去。上欺负阮妮妮啊！哎，啊这花桂咧创啊？我袂晓保护阮妮妮哦。花桂病休息啊，规个人软糊糊，战败。哇，我年岁嘛大啦，我无法度去处理这高司令，我嘛战败。所以即马只好杀鸡杀猎出卖。这像啊？恁三个，这个外表看起来真体面，暗过内底软糊糊的，就是你苏秉忠。这个自头到尾拢歪七狗拽，是你苏秉孝。这个碎了籽，营养不良，苏秉仁。嗯，我那有营养不良，他是我啦，这个我啦，这个是阿姐啦。智商卖钱啦，卖钱去甲高司令钱啦。要帮小欧，袂用啦。是咧帮恁家己哦。你想看卖，即马高司令甲啥物物件哦，拢一把抓。以后我若是想要甲一寡店面分互恁，哎，你要甲店面分互阮？对，无阁要互你去卖乖乖咧骗人。啊，恁拢毋知影，妈妈哦，用心良苦，拢在替恁设想。我知影啦。我知妈妈意思啦，伊意思是讲吼，今仔日若要让这高司令离开，明仔载咱就让伊安尼压落底啊啦，是不是嘛？聪明。嗯。所以，瓜子们，站起来！向哪去？我的查某囝！妮妮，爸爸亲像山给你靠，免惊啦。嗯，有时候我较惊山崩啦。你来创啥？这阮翁的店诶。这嘛是阮妈妈的店。阮妈有交代，叫阮来遮甲你做伙打拼，打拼。生源是台南数一数二的大饼店，你要扛起这间店，你无本事是无法度的。讲啊，你要啥？会晓啥？台语、华语、English， 你哄讲。旅游规划导览、观光行销宣传、商务抽成、代客买货、乌克丽丽跟森巴，哄讲需要讲。哎，捌真济呢。真歹处理。对，算讲是安尼，你嘛袂晓做饼店。